盛夏时节，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一场研究性演习正火热进行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参演人员全是教研人员。用最接近实战的模式来练教员，考教员，目的呢，就是锻炼教员的交战研战水平，提升教员的研究战争、研究军事和研究打仗的能力，特别是锻造我们联合指挥系教员懂打仗、会教学、善科研的过硬教员团队。欲造良将，先育名师。为使课程教学贴近实战，教员们通过嵌入战区演训和中外联演联训，参加远海护航、与国际维和、员外施教等活动，打造没有围墙的联合指挥系。这个系还创新教学模式，突出案例研讨、想定作业、兵棋推演和对抗演习等实践教学，并依托教学基地、新型作战实验室、国家和军队重点实验室推进开放式教学。